差点。这太吓人了，看着起鸡皮疙瘩。上回我和延禧处置的，这回大勋来，我在旁边看着。你这种精神是不争不抢的，这种精神怎么样？值得学习是吧？好同志啊，那你学习一下我的动作吧，我来上吧。穿防风服弄啊。为啥没有马蜂呢？这个时候可能被气掉了，这个窝是不是？我给你穿来。直接拿了，拿拿拿拿，摇摇摇，好了，再不进，没事，你就你，对，你就抠一点下来。有啊，有那蜂蛹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有啊，下楼完事，结束。你们小心点头啊，你们没戴，你们没戴头盔。那个弄完了是吧？对，你们先下吧。接下来，好。感受怎么样？感受就咔嚓咔嚓，就看着挺吓人，但是因为它没有风，有风应该特别吓人吧？有风应该是软的吧？对，因为这干了。哎，大是挺大的哈。比你们上回处理的大吗？没有，不沉。不一样。我看一下，我掂量一下。但是不是？它是空的。空的就没有我上回处理那个沉。上回那个沉，这样沉。那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个蜂巢，它还能复活吗？应该不会吧。活不了，活不了了，就是弃巢了都。这个巢建得多久啊？他们拉蜂。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你问他毁多久？我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。你问他毁多久，他能知道？你问他应该是前年吧，前年好像他们说要出去闯一闯，然后陆续都走了。对，然后中间还有几个坚守的，今年也没坚持住，只剩几只空巢老蜂，就给弃了。而且主要是在我们这个周渡站的片区啊，知道我们这个神勇出击，害怕了，也觉得早晚会遇上，所以就索性赶快先走，索性就放弃了。怎么的了？给他们带回一点小礼物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可以啊。嗷！这马蜂窝捅的咋样？给你带回来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他把我当我三岁呀。回宿舍吧，走。萧贤呢？萧贤呢？秦萧贤呢？老秦呢？不知道，好久没看上他了。他干啥去了？汉哥，你要跟我们说什么事儿吗？门关上。萧贤怎么了？有点难过。萧贤提前走了。当逃兵了。报告，见见。哎，给你们带回几个小礼物。什么呀？哇，蜂窝干可以吃的。什么？马蜂窝？这是马蜂的马蜂窝。对，几百只马蜂又被我们残忍的灭掉了。对，我们把马蜂一只只跳出来。马蜂很危险的，这个攻击性巨强。哎，你们当时取这里边有多少只啊？没有，是纯干的。你被打一包气了。啊，你去就是？难道你我去？你在说什么，哥？难道这种被子就不应该处理吗？大小事都是事儿。大小事，然后这种事就等于他们就是搬家了，就是一个拆迁房子。对，根本就没人住了。但是有人报警了。对。张元，好了，现在他们也看完了，消灭这个蜂巢。是，大勋同志，去吧。能不能完成这次非常好的销毁任务？绝对完成任务。一切按计划进行。是。签儿，是吧？咱们把该学的根学一下就。这个我感觉我这个太难了，这个老秦。报告，报告。哎呦，我吓死我了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录一下。来吧，反正我做好准备了啊。
来吧来吧，继续吧，按原计划进行啊。你歌词是啥来着？Put out the fire, fire, fire. Put out the fire, fire, fire. To be a fire, fighter, fighter. Put out. 第二句是什么 ？To be. To be the fire, fighter, fighter. 录一下，录一下是吧？录一下，录一下。三、二。Put out the fire, fire, fire. To be a fire, fighter, fighter.很接近了，很接近了，很接近。咱们可以再保一下，对，可以多保两条。来，再来一遍，最后一遍。来。深渊 ，Put out the fir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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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be a fire, fighter, fighter。很好，这次共鸣也很好，绝对可以。四十条，可以的，百万条音是。我们就没了是吧？还有一个独白，大家想一句话，我先来吧，来。三，你们是用生命去守护生命的人，你们是真正的英雄。再保一点，再 OK， 保一点，保一点，好熟悉。你们是用生命去守护生命的人，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这边好，大熊哥来。一切按计划进行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很好，很好，就这个。一切按计划进行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啊，不，三二一。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，逆行者，平安归来。你这中间空隙是不是有点太大？没事，我会剪的，放心。那我前面那半就很好了。对，他只剪成前面那一句了，后面那半也挺好的，没问题啊。剪成平安归来，来，剪成来。严琪来还是老秦来？严琪来，我得找一下痛。没关系，我在。必须得有点那个配音的感觉。对，就是英雄联盟里头那些。哼，一个人打。人在塔在，双眼失明，丝毫不影响我逮捕敌人。你写挺像啊，你写挺像啊。来，朋友们，录音。没关系，有我在。我想问，有你在咋？我不知道啊，有我在。格局大一点。格局大一点，有我们在。老秦，你知道我那一瞬间在分析这是个什么理儿？起床理儿、洗澡、吃饭理儿、什么理儿？洗澡人应该是。三、二、一。我们想的很简单，就是救人。